キャラクターの意思とか動機とか。大家好，我是 Lia， 欢迎来到游戏统计局。这里会定期更新各类游戏题材的盘点，以及个人项的鉴赏分析。无论是回顾电玩史，还是闲聊当下，希望这个节目能带给大家有用的讯息和游玩之外的乐趣。1992年的游戏市场，从销量上来看，仍然是家用机游戏的天下。然而，随着民用电脑的普及和性能的提高，许多开创性的电脑游戏作品也在这一年问世了。废话不多说，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开始盘点该年度的六大影响力游戏吧。顺带一提，以下节目中标注的销量是该游戏所发行过不同版本的全球累计销量总和，并不是单一版本的销量哦。一、超级马里奥赛车，开发商任天堂。在马里奥品牌已经风靡世界的1992年，任天堂推出了第一代超级马里奥赛车，在制作人宫本茂的奇思妙想下，开启了这个后来全球总销量过亿的衍生系列，也开创了赛车游戏的一个新类型——卡丁车竞速游戏。该系列甚至是该类型的玩法，全都在这一代马里奥赛车里就定了型。不同的难度级别、规则不同的竞速模式、特征鲜明的角色和车辆、天马行空的赛道、多人竞赛、道具防害等等，这些设定直到今天都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卡丁车竞速游戏的基本配置。我们可以任选一位来自马里奥系列的可爱角色，利用战术、车技和道具来取得比赛的第一名。当然，马里奥赛车同样也有一些专属的独特小设定，比如说需要靠吃硬币来增加速度这一点就在续作中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便利的直接加速。马里奥赛车一问世就被看作老少皆宜的合家欢游戏，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分屏游戏，加上任天堂强大的关卡设计能力，玩家们可以在多人模式里一边专注让自己的角色竞赛，一边和同时游玩的朋友交流。龟壳香蕉满地滚，开到第一被炸飞，和朋友们一起互相伤害，简直不要太有趣。然而，马里奥赛车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合家欢游戏，游戏的赛道里处处是陷阱，加上道具带来的不确定性，只要顺利高效地跑完全程，操作技术和运气都必不可少。所以说，高手向的玩家同样能在游戏里得到大量的乐趣。容易上手又难于精通的系统和简单有趣的规则，正是马里奥赛车系列优秀的证明，同时也是所有竞速游戏想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自马里奥赛车系列成功以来，卡丁车竞速游戏变成了一个备受欢迎的类型，世界各地的其他厂商也纷纷推出了属于自己的该类作品，其中不乏像《古惑狼赛车》或是《索尼克全明星赛车》这样的好游戏，还有曾经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风靡一时的跑跑卡丁车，从竞速方面的表现来说也是相当优秀的作品。今年推出的手机版本更是唤起了许多人的童年回忆，而作为这一切的起源，超级马里奥赛车的影响力和成绩别说92年了，就是在整个游戏史上也是名列前茅。二、鬼屋魔影，开发商英宝格。以生化危机系列为首的恐怖生存冒险游戏是在家用机上发扬光大的热门类别，但这个类别的祖师爷鬼屋魔影却是1992年在电脑上问世的作品。玩家可以在游戏里选择扮演侦探爱德华或者死者的侄女 Emily， 前往一栋诡异的豪宅调查屋主的自杀原因。一进门，玩家就被锁在了屋里，理性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空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怪物、超自然现象以及藏在他们背后的秘密。游戏在片头就用生动的画面设定了诡异的基调，尤其是路边青蛙的大头特写和不明生物从豪宅窗内看向外面的镜头，画面水准在那个年代算是相当惊人。作为恐怖生存类 AVG 的祖宗，鬼屋魔影进屋后的第一个场景就把该类游戏的基本模式展露无遗。预渲染的 2D 场景、固定的视角、反人类的移动方向操作与场景元素的互动方式，都是后来生化危机和寂静岭系列早期的标准配置。哎呀，等等，那是什么？在机能限制下，鬼屋魔影将恐怖元素做得超前生动，这只一开始就跳出来把玩家往死里咬的变异生物，估计当年吓倒了不少人，也成功的让玩家迅速沉浸到紧张感之中。我们要一边在屋里搜集线索和道具，一边打败怪物、避开机关，找办法进入新的场景以推进游戏。这些占用主角身上空间的乱七八糟的道具，同样又是后世恐怖 AVG 的系统特色，我们得自己整理出没用的道具扔在地上，才能腾出地方来捡新的东西。先撇开满屋子的死亡陷阱不说，
鬼屋魔影里的战斗大部分时候都最好避开，毕竟整个游戏里只能找到4个治疗道具，而且游戏里的武器用起来实在坑爹，预备动作长的不行，经常是枪还没端好怪就扑上来了，还不如拳头好用。幸好艾大叔和艾小姐都有徒手战斗能力，加上一步一存档的操作，我们才有机会苟延残喘到游戏最后，解决这栋鬼屋背后的谜团。这个流程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游戏，靠它独特的系统和氛围脱颖而出，不光是北美，即使在日本市场也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同时也成为之后三上真司和藤原德郎开发《生化危机》时的重要参照物，许多系统上的细节几乎完全照搬。在后来的20多年里，《鬼屋魔影》的几部续作由于迷失了类型方向，在市场上泯然众人，电影也沦为恶评之作。只有初代《鬼屋魔影》靠着为恐怖 AVG 类型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依旧在伟大游戏的地位上屹立不倒。三，德军总部 3D， 开发商 id Software。德军总部 3D 虽然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却被奉为现代 FPS 的开山之作，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把当时已有的概念用巧妙的方法做到了极致，从流畅度、画面表现和沉浸感来说都远远超过他的前辈。这个游戏刷新了人们对于主视角动作游戏的概念，也定义了后来所有 FPS 的基本形式。1992年，德军总部 3D 正式面世，还使用了在游戏行业相当超前的共享软件销售形式，也就是免费向大众发放第一章，但要付钱才能玩到后续章节。游戏的最终正式版其实只有三大章，每章8个关卡，但几个月后推出的扩展包夜间任务又包含了另外三章前传，并且可以独立运行。为了增加商业收益， id 社在次年还推出了把6个章节一起打包的商店零售版，并和公司新作《毁灭战士》的共享版捆绑发售。这还不是他们发售的全部内容哦，在这段时间里， id 社还通过其他发行商推出了增加敌人种类的加长版，以及两个新的大型任务包。看起来德军总部 3D 在那个拨号上网才刚普及的年代就已经领悟了付费 DLC 的真谛了。德军总部 3D 的游戏目标简单直接，我们可以在迷宫中自由的跑动、射击和物品互动，只要能找到当前地图的出口就能进入下一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将有各种敌人从迷宫拐角或是门后面冒出来攻击你，高难度下相当棘手。虽然关卡在当时的技术限制下被设计得相当粗糙，但仔细想想，除了迷宫太多，这款游戏的核心和我们现在玩的 FPS 确实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主角开局身上基本啥都没，就一把破枪加匕首，见人就射，见缝就钻，装备和弹药全靠捡。不过由于迷宫的地形太迷糊，所以我们往往得靠敌人的尸体来认路，也算是德军总部 3D 属于自己的一大特色了。游戏里还有彩蛋性质的隐藏关卡，也在杀戮之余彰显了制作人的幽默。德军总部 3D 的暴力元素相当露骨，这种程度的暴力其实是后世许多 FPS 里的基本元素，我们现在的玩家早就司空见惯，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里，满地的尸体、鲜血还有天花板上的骷髅骨架都给游戏带来了不小的争议。由于当时北美还没有电子娱乐分级制度，所以 id 社在后来的超任移植版本里去掉了血腥和政治元素，把血换成汗，狗换成老鼠，使用了各种奇葩的和谐手段，以符合任天堂当时的严格规定。因为此时家用机的图像表现力已经不如 PC 了，加上搞笑的和谐，德军总部 3D 的主机版销量并不好，但那并不妨碍它在电脑游戏市场的广泛传播。到94年底，德军总部 3D PC 版累计的全球销量已经达到100万，虽然这个数字无法和家用机大作的销量相比，但以当时电脑游戏的标准来说已经是相当成功。不过由于使用了大量纳粹标志，甚至在主界面直接上了纳粹党歌的旋律，游戏在德国市场被政府禁止发行，当然德国玩家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偷偷玩到了它，但这就是题外话了。到今天，德军总部 3D 还在手机和 Steam 商店里销售着优化后的移植版本。如果你是一位射击游戏爱好者，又想要见证一下 FPS 这个巨型市场的开端，就去体验一番吧。四，真人快打，开发商 Midway。 是的，这就是那个传说中能把人打到四肢分离的游戏系列。作为90年代初发迹的老牌格斗游戏，虽然真人快打系列本身的质量一直不错，然而该系列发迹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不在于格斗操作本身，而在于它将血腥暴力发挥到极致的呈现方式，就算改个名叫100种死法也毫不违和。掏心挖肺、断骨扒皮、扯脊椎爆脑浆、抠眼珠削人棍，估计制作组有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研究怎么花式虐杀上面。什么？想关闭血腥表现？不好意思啊，他们从来都没考虑过把这种选项放在菜单里。总之不管世人能不能接受，这就是真人快打的风格，绝不妥协。不过事实证明，世人不但接受还相当喜欢。真人快打系列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打入亚洲，
但其实放弃了日本这个格斗游戏的巨大市场，即使到2019年，它的全系列总销量仍然和街霸系列持平，可见其在欧美市场的战斗力有多么强悍。1992年，第一部真人快打在美国的街机厅问世。为了能更真实地表现角色动作和暴力效果，初代作品采用了真人扫描的方式来制作角色，这也正是它在华语地区被翻译成真人快打的原因。由于将市场上前所未见的血腥程度作为卖点，游戏一发售就引起巨大争议。当时欧美的许多新闻杂志都大篇幅报道了它，发行商更是乘胜追击，给它的家用机版本砸下千万美金巨额广告费，导致游戏的关注度和销量节节攀升，还直接催生了后来美国 ESRB 游戏分级制度的诞生。所以说它是那几年影响力最大的游戏之一毫不为过。但其实撇开血腥噱头带来的光环不谈，真人快打一从系统层面来说仍然是很富有开创性的优秀作品。它在街霸二开创的类型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流传后世的设定，譬如空中联机就是由它首先实现的，而队伍联战的形式也是由它首创并在次年的续作中完善的。到如今真人快打系列已经有了十多部成绩优秀的作品，还拍了好些粉丝向的电影。今年4月发行的最新作真人快打11也靠着脑洞大开的暴力画面、黑色幽默元素和厚重的打击感，轻松成为了北美上半年的销售冠军。也许这个系列因为文化差异和政策原因不会有机会在亚洲市场大放光彩，但从全球范围来看，真人快打系列的的确确是富有特色又长盛不衰的格斗品牌。5. 沙丘2，开发商西木工作室。即时战略游戏这一类别随着由暴雪工作室开发的魔兽争霸和西木工作室开发的命令与征服系列而在90年代中期大范围流行起来。几年后暴雪出品的星际争霸更是让 RTS 的魅力席卷了全世界，也成为推动电子竞技大范围职业化的功臣之一。不过他们都还算不上是一切的开端，早在命令与征服问世的3年前，西木工作室便做出了奠定整个 RTS 类型的划时代作品沙丘二。它虽然不是最早的 RTS，却定义了现代 RTS 的基础系统，就连 RTS 也就是 Real Time Strategy 这个术语也是由他的制作人 Brett Sperry 提出来的。从那以后，沙丘二就被视作该类型的开创者，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沙丘这个 IP 来源于同名科幻小说，故事核心围绕着宇宙中几大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展开，而斗争的根源呢，就是沙丘星上特殊的香料资源。使用了小说 IP 的第一代沙丘游戏发行于92年初，只是个普通的点击式冒险游戏，制作小组也并不是西木。就在短短大半年后，母公司交给西木开发的沙丘2正式上线。在这款游戏里，玩家不再扮演小说世界观里的某个人物，而是要扮演争夺香料的三大家族之一，操控大量的战斗单位，在沙丘星上与其他势力作战。跟后来的绝大部分 RTS 游戏一样，沙丘2里的初始地图被黑雾掩盖，我们得边派单位出去查地形开地图，边派单位收集有限的香料资源来变现成金钱，钱可以拿来修建和升级建筑以及造出新的单位。但是在我们游玩的同时，电脑操作的敌对势力也在到处收集资源，增强军事实力。所以说我们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想办法打败处在同一地图上的敌对势力。至于这个办法到底是初期突袭、防守反击，还是临场发挥的奇效战术，就全看玩家的了。虽说制作人明确地表示了沙丘2在开发中受到了 4X 策略游戏文明的影响，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沙丘2放弃了回合制并使用实时系统的做法，使得它对抗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使用回合制的传统 4X 游戏。这种需要同时结合玩家的战略思想、应变能力和操作速度的游戏方式，也成为了 RTS 这一类别的最大特征，并凭借这一特征开启了10多年后电子竞技的黄金时代。可惜的是，由于操纵方式的限制， RTS 的魅力很难在家用机上展现出来，导致他们无法在家用市场扩展。进入00年代后的知名作品们更是直接放弃了家用平台的移植。这很好理解啊，也许人人都能通过练习来用手柄玩射击游戏，但是手柄是真的不可能同时微操几十个战斗单位啊。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RTS 的盛行也从侧面推动了电脑游戏市场的发展，而作为祖师爷的沙丘二当然功不可没。6. 勇者斗恶龙5天空的新娘，发行商 Enix。 勇者斗恶龙系列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可能算不上巨大，但在统治着家用机市场的日本人眼中，它却是国民 RPG 级别的存在。1986年，一款封面印着鸟山明笔下插图的 FC 卡带在日本问世，它的玩法对于当时根本没在家用机上体验过回合制 RPG 的人们来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作为日式 RPG 的始祖，勇者斗恶龙的主角故意被设定成没有台词和个性的勇者，名字也得玩家自己起，最大程度地代表了玩家自身。
游戏那庞大的世界地图满足了玩家的冒险欲望，不断的打怪升级赚钱买装备又给玩家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一上了路就根本停不下来。后来的三部续作又陆续加入了队伍同伴、职业系统和更丰富的地图元素，不但使整个系列更为成熟，也让这种勇者跟小伙伴一路成长去面对 BOSS 的勇者叙事体在日本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到了92年，《勇者斗恶龙5》终于首次登上了已经热卖两年的超任主机。虽然这部伟大的作品由于 Enix 公司当时的市场政策没有发行海外版，然而欧美粉丝的民间音画版和后来在次世代平台上发行过两次的重制版，还是让全世界的玩家见识到了它的魅力。看这身服装是不是有点眼熟啊？巨乳が好きで何が悪い？むしろ勇者だからこそ巨乳が好きだ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对，这代主角的造型就是日剧《勇者义彦》cosplay 的对象。也许是受到一年前发售的《最终幻想4》影响 ，DQ5 在剧情上第一次做出了宏大的格局。虽然主线还是传统的找东西、招伙伴、打魔王，但冒险的过程跌宕起伏。整个故事从主角6岁开始，横跨了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主角失去了父母，被抓去当过奴隶，还跟玩家选的老婆结了个婚。是的。DQ5 就是史上第一个把主角的人生大事交到玩家手上的游戏。顺带一提，原版游戏的老婆人选只有两个，分别是青梅竹马的比安卡和温柔的富二代弗罗拉，一个是有感情基础的官方默认配对，另一个不但战斗技能优秀，还有一大笔嫁妆钱可以拿，都是不错的选择。然而在2004年发售的 NDS 版本里，制作组恶趣味地给玩家加上了第三个选择，弗罗拉的刁蛮姐姐黛波拉。黛波拉从个性到战斗技能都相当坑爹，而且还在主角二选一结婚对象时强行乱入，非要作为第三人参选。要是选他的话，连岳父大人都会慌乱地问，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真的确定要选他吗？最后黯然感叹，我的老天啊，你真是个勇敢的小伙啊，简直笑哭了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家像我一样，光是因为这爆笑的桥段就忍不住娶了黛波拉呢。在经历了被魔王石化还被盗贼当石像偷走的倒霉遭遇后，主角夫妇终于在多年后被自己的一双儿女找到，之后一家人集齐天空装备干翻了魔王，给这趟波澜壮阔的历险画上了句点。勇者斗恶龙5的伟大不光来自于它大格局的故事线，还有它在系统上的种种创新。除了婚姻系统，游戏还首次加入了大范围影响未来游戏趋势的全要素收集系统以及怪物同伴系统。我们可以把战斗中遇到的怪抓起来之后为我方战斗，这些抓来的怪可以培养升级，也可以装备道具。怎样，大家是不是立刻出现了某种既视感？不过玩笑归玩笑，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 DQ5 在游戏内容上做出了种种创举，足以让他在游戏史里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了。以上就是我综合游戏的销量、口碑、创新性和历史意义所挑选出的1992年度六大影响力游戏，所以并不是官方的唯一答案，也欢迎见解不同的玩家们留下评论。但92年也有其他富有影响力的游戏问世，譬如超级马里奥大陆2、星之卡比，还有对办公室人士来说影响力世界第一的小游戏扫雷。本系列节目将会每周更新一期，与此同时我也会间歇更新我的实况和攻略项小节目，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三连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我是莉亚，我们下次再见啦。